我要我的中国说唱，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本节目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潮流的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就现在 ！Why not？ 我要我的中国说唱，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本节目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潮流最会玩的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放开玩，就现在 ！Why not？ 顶级说唱联赛来袭，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6晚8点抢先看正片，发弹幕玩押韵，线上 battle 赢好礼，来随课看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短视频。参加二创活动赢现金，上微博参与中国说唱巅峰对决话题讨论，推荐你最喜爱的舞台。已经开录了吗？这个最喜欢的奥当时。来，来了，来了，奥利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介绍一下本轮的规则。24位联盟发起人，你们都带来了各自的联盟设想，但是今天比完之后，一半的联盟设想不复存在。今天的对决规则，第一轮巅峰对决是 1v1 battle。谁会跟谁 battle 将由你们 call out 决定，被 call out 的人无权拒绝。胜者发起联盟，败者联盟幻灭，简单来说非你即我。紧张和兴奋就挺刺激的感觉，好久没有过这种竞技这种感觉了吧。我没想选谁，谁都可以啊。在这种环境下会让我本能的激起我的胜负欲，上来就要有一个1v1的环节嘛，挺刺激的。我觉得挺好的，该解决的解决一下，该展示的展示一下，该情怀的情怀一下，该 peace 该 dis 该 beef 该 love 都来了。我跟谁比都行，来吗？其实我都知道你们都战意盎然的，很多人都想来挑战，然后呢大家想看谁跟谁 PK。 你们心里有数吗？没有，没有。哎，哎，哦吼！圣宇，哦，什么意思？什么 CP 大傻？谁不想看啊？我想看，好不好？大傻与 CP 去 battle。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想要去看的。哎呀，他们俩先组成一队。他都站起来了，那我肯定要站起来。我站起来，他肯定会站起来。来这里谁是怂包嘛？不可能啊！要刷都刷。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毕竟这个江湖风波一直在那里。 CGC 就和 CSC 产生了一些意见上的分歧，然后两边就开始疯狂出歌 diss。 我觉得 diss 是 hiphop 文化里面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些东西有点过分解读了，过往的一跳舞也好，就是他们 diss 我们的歌，我觉得也过去了，没什么。 Hi brother， 那何时能放下芥蒂？那如果你想继续，我也没有异议。我们是三峡大坝，你是浏阳河，你们像浏阳河，你什么河你不好比喻，浏阳河我们的母亲河。又来，
又来了，那我就必须给你反应了。情仇旧恨了结了了，两道村子来个彻底的。咱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但是同一条河里。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他又取消我的关注，就感觉哦，还是不高兴了。如果两人相见的时候，你会是第一个主动破冰的那个人吗？就点头打个招呼，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交流嘛。实际上我没有针对他，我针对的是他们有些人说的有些句子。因为观念不同吧，风格差异太大。我觉得与其总是因为误会也好，摩擦也好，你一下我一下，不如我们就较量一下，输了就输了，赢了就 OK 啊。就用音乐来说话吧。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一直被你们吐槽的环节是什么？放狠话。那由挑战者先说，来授予。我觉得新仇旧恨了结了了，了的趁着来个彻底的。网上重拳出击，现实唯唯诺诺。我劝你们 real 一点。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希望节目不要恶意剪辑我就好。real talk, real talk。冲去冲去，加油赛皮好声道，走起走起走起。一般产生 beef 的情况下是会有歌听的，然后会听得蛮爽的，肯定很精彩。他们有很多时候都是在网上或者说在歌里回应嘛，我觉得那种现场的可能会更刺激一点。我看来就是这个节目给了大家一个冲劲，一个公平的公正的一个平台，去解决掉我们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并且可以让我们的中文说唱越变越好。上头蛮刺激的，第一个上来直接跳的赛屁，我觉得还是刺激，拉开序幕。第一个就这么精彩，我觉得这会剪到最后才播。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看头啊，咱们看一看他们的战力表啊。盛宇的大众评分，他的技术流是3.6分，他蛮谦虚的，他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3.9啊，那也不谦虚了。CP 和盛宇的整体数据还挺相近，挺接近的，很接近，龙争虎斗。以前我们有过一些小摩擦。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次巅峰对决把话说开。谁是谁不重要，在音乐上增加好声就行了。欢迎各位来到牛酸乳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大家好，我是喜欢甩胯的疯狂奶爸 T Song， 大家好。开始整得够尬了，开始整得尬了。首轮的对战已经产生，他们是分别来自成都集团的街头艺术家 CP， 以及来自 C Plus 的队长盛宇。哇哦！哎呦哇！哇 ！CP 在这个色彩上鲜艳了一些啊。长沙刘德华就穿的不一样。历史性的时刻，好不好？接下来，首先出战的是C Blood 的队长盛宇，好，有请 CP 到后场区稍作准备。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盛宇。哦，哇！各位，各位，各位，跳起来！下次应该带点瓜子。Yeah, let's go. 要一条时，别超时，即使开始用时一小时，先找找词，话该怎么讲得先过过脑子，不是找事，不是想搞事。别把家里说我要搞十个事，让你花5分44三秒后觉得比较值。爱看热闹的说啥子？说疫情坏了，你们要咋子就咋子，都别顶嘴了，看到你也可以退了。但评委是林北，我一人不说暗话，更不会阳奉阴违。Hip Hop 跟 Shit 可以转给显摆，说自己有多天才。这些年
来，他的奇妙的编排他得到市场的偏爱，我从蓬莱写到仙台，多么可耻信手捏来，可能有愁云有黄盖，有人怨那就有人越爱，那就切磋切磋好的分子，结果结果就当是球场切磋，我的得分会有些多，所以电视上的 rapper 极有可能就是谢幕，所以一到录像电视的我胖起来特别多，爱唱调子调子，兄弟表扬都必不可少，这些是生活的原动力，都想要过得好，但比说得了我说的好，比成长的金币更重要，因为跟公子哥比动车比阔根本比不了，爱听上海的整个感觉和角度太正了，一针见血的精准，听完都值得旺盛了，有些东西不能玩，有些想法不能瞒，有些观念不能谈，因为高处不胜寒，总是在不断说 RIP， 世界上总有了 RIP， 那还不如说我爱你，全是太极，我不想打太极，说哆来咪口宽言语，做歌才能哆来咪，每天早起讨厌清早，别总你猜我我猜你，这一波直接炸掉，爆发下一幕化大，当庆祝三月八号，在浏阳放大花炮，哎呦哇哇哇，划破天空，炸过你也先走，剑走偏锋，哎你就够 pass， 哈，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 哈，让误会有神经该炸个子，这么大款的团体不可能听不到，你说这不是碰瓷，但我的心在砰砰跳，哈，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哈，让误会有神经该炸个子，这一点小风波是想让大伙好事说，因为只要好事说 rapper 才会有好生活，多了霸和和没是可比的，加上这个比喻现在可比克，过去有不爽是合理的，但是地域歧视是不合理的，新仇旧恨了解了了，聊到真正来个彻底的，咱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但是同一条河里的，我问你浏阳河又过了几道弯，出了个什么人，你的户口才能到街道办，别没事来挑战，多研究 flow 的排法，哎，下次你们来长沙才不用怕挨打，所以尊重正在酝酿巨大计划的你炸场，保持独立独特独裁可没什么好下场，舞台上音质算爽，也祝贺你拿到奖，哎，这次做那么近不会有没什么话讲，哥们我直言不会，所以才不怕得罪，这话我必须说，就算埋下愤怒的种子，你看各大厂牌都在各就各位，中文说唱全部空了会被拉过通知， Be humble Sit down， 一起往上走，激昂让他们上头，激昂让让伤口，这秘方而成体效果也一样，期待着 humble swag man， 要先得 humble 才能拥有那种 swag man， CDC CSC 服装里面会爆 man， 是 business man 就来点 business man， New school Old school出了社会才知道这 no school， 别叫你忙，但在冲上大荧幕，那不是强项，那是大力过。That's cool， 重庆、西安、长沙和成都 ，That's move， 南京、上海、北京、广州的人物，即将和大家比赛，哥们从来不懈怠。MVP 有三种常规赛全面性，而我达到了总决赛。说你这么强，再到此消彼长，你认真些，大家都会认真去听你讲，把嘴皮练娴熟，哪怕实力悬殊，期待下个人出现说要挑我们全部，前提是有理有据，而且是有理有据，文明的进展和思维气息全都井然有序， Maybe someone be better， 做出更差的 cypher， 下到吐两个 cypher 的精彩的程度该我， I gotta go you gotta go， Kiss flow you better know， 谁怎么帅谁长得丑，谁说的差谁说的溜，就当是我搞音乐最后被音乐搞了，这年头好生做歌谁都买条件好扯， CNC I make a city Have a GDP 都往上提，CSC, I make a city， 所有 Chinese MC Let's go get it， 哈，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 哈，让误会要升级该炸个整，造成一点小风波是想让大伙好声说，因为只有好声说 rapper 才会有好生活， CSC CDC BGC Make a C 新疆 City， 所有 Chinese MC Let's go and get it，哎呦，挑个眉，哎呦！他这首歌其实很 peace 的歌，对，其实很 peace。讲大家要团结，我的节奏各方面带动感都很好。有请 CP 带来他的歌曲。白头艺术家 CP 来咯，帅帅帅帅帅帅帅 ，OK， 可以了。第一场是 Lucy Liu 和 Ghetto Artist， 这两首歌都是我的热单，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不用靠节目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Lucy Liu Baby Lucy Liu 金黄色的皮肤当你出现他们都会嫉妒 Lucy Liu 你把我给迷住你的存在是上天的礼物 Lucy Liu 金黄色的皮肤当你出现他们都会嫉妒 Lucy Liu 你把我给迷住你的存在是上天的礼物 Lucy Liu Get loose Get loose Get loose Lucy Liu Get loose Get loose Get loose动动动动动有美无法后退被你吸引沙尘迷的力量让我充满了好奇心会无光说明了你并不普通就像是价值连成的古董风靡了全球还在往前走华丽的招数不过是前奏让他们害怕的是你的拳头留下了传说然后他们慢慢研究在日本都拥有优胜来的表只用了八个招就能把对手打倒快速的反应杀手很干净看到了破绽就像是按了暂停红色的玫瑰和黄色的夕阳我穿着皮鞋和一身黑色西装充满了诱惑的你让我无法抵抗在你电影里出现的地方 Yeah 哎呀他是玩帅的哎呀在我身上没有弱点不管你到谁爱的火焰别羡慕我都那么多点我过的生活进来的就让我作品我经历了太多的磨练跟我的兄弟们到帅气感觉好我像是每天都在过年飞得太高就能做一下火点实现了成年我需要的多点谁的心脏都能全一家独得很久在山里钻出的路过了你们的家门口就会留下成都极端的土壤音乐都会我玩的出神入化喝的咖啡来自库尔不仅是酒吧和服装品牌的老板还是街头艺术家别来成热别来跟你不同我的身份很特殊不怕有病不是说现在已经成熟所以比原来全得度有的人是真的帅但有的人他们却真得度那就是朋友那就是天不用那些我们都能够分得度挑战你们是有人拿出这本事来跟我斗嘴引起了很多仇恨都会承认特别想过否认从现在干到东北突出重围让敌人闻风丧胆好多人曾经都给我来买我才不管现在你们发现不变得多难买当眼不见你带小鬼来帮你往包里装进了我们的奖品对我的直觉保持绝对的相信反正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里你们代表的黑暗我就代表的光明遇到我就在那 running 在我身上没有弱点不管遇到谁还是火焰别羡慕我多那么多点我过的生活简单的就像弄作品我经历了太多的磨练跟我的兄弟们倒刷感觉好像是每天都在过年飞得太高就像做一家火焰欠了承认我需要的多年这里最脏的全家住的还是在山里上住的路过了你们的家门口就会留下这种巨大的腿因为我没有玩的纯纯入耳喝的咖啡来自库尔不仅是酒吧和服装品牌的老板还是街头艺术的 CP 继续说下去这首歌真的可以继续说下去最后这一段很虚的刚才其实效果上那个 CIP 的舞台效果其实单薄了一些没有舞团啊也没有烟花你说那种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第一次上节目他不知道没有要求烟花对不知道有烟花经验不足盛宇来过很多次好的有请双方回到舞台中央接下来请由现场的观众哈评人特邀解说员以及剩余的22位联盟发起人组成的巅峰财团为他们二选一实名投票投票通道开启无情与鲤鱼表演都得投自己胜利傻哥在我的心中赢了所以说我就毫不犹豫地投给了傻哥我更喜欢 CIP 的风格吧必须得帮我的兄弟抽起我比较喜欢那个 chill 一点放松的状态所以我把票投给了 CIP 我投给盛宇了就是整个一套下来业务非常熟练比较娴熟比较那种就拿捏锦上添花 freestyle 他这个歌里的梗啊运用得非常的好包括他有很多隐藏的 wordplay 跟 punchline我肯定是投给 CIP 了的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现在做的是中文说唱最前沿的风格 CIP 的表演他呈现的状态就是一个很潇洒很飘逸
OK， 刚刚这一场《冰与火之歌》的世纪大碰撞的，我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请看大屏幕。比分领先，哦，哇，有差这么多吗？哦，大比分领先。respect。很遗憾呢 ，CP 没有赢下这场对决，你将失去联盟发起权的资格，请下场烧掉代表你的项链。在竞技的舞台上的话，可能这种风格的歌。不吃香。如果我准备充足的话，不见得谁输谁赢。就是输可以接受，但是就想的是怎么会这么大的落后吧。我感觉他有一点紧张，就起码跟我在看他的 MV 啊，或者他的之前的一些表演片段投入的程度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他自己也还在摸索当中，他也在适应这个节奏。我觉得他会很快的会展现他真正的技术。这个 CSC 跟 CDC 的第一次的在节目里的交锋 ，CSC 目前胜赢下了第一个，我相信他们未来应该还会有很好的切磋。回来了。Respect。玩得很开心。狗哥你怎么看他们的对决？我觉得要再狠一点。这种对决我觉得还可以有，因为我觉得就像狗哥说的，我也觉得不够狠，我也觉得就是可能还有两边都有更好的歌，更完整的准备。我觉得这一轮算是给大家打个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边走边看吧。尝尝这个，这个味道有点熟啊。这是咱们老朋友优酸乳新出的冰糖山楂，记忆中的经典味道。嗯，营养酸甜，真开胃。来，干杯！等会儿再给我一瓶啊。管够。那么下面一组，谁特别想挑战？来，留下，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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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他还没选呢，你要选他吗？我不，我觉得可以有一点娱乐感的东西。没，后面有机会的，后面有机会的。我觉得就现在吧，真的。因为可是上次我输给了他。换个频道在零七三幺，我的性格在他们心里下了冰雹。Bow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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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new king,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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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not the new king。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试一下，就是正常的音乐上的交流也是一种。我觉得杨和苏你也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不用思考，我想了很久。想要跟你对战的人。没，我想了很久了，我想了很久了。改歌。周岩同学。冠军之战啊，微信都发好了。哦，微信发好了。微信都发好了。伯父胖选择我。可能就是他觉得这个是稍微有点原因的，情理之中的事情吧。就像我选盖，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要挑战谁？盖呀、啊！对呀、啊，我早就想过了。我一九年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就埋下种子了呀。嗯。我当时唱《加冕》的时候，里面的歌词就是，从盖到我，盖到我。嗯。对，那时就是在给他喊话。姚苏不是我那届的。没跟我碰见过，他可能心里有问号吧，就是为什么是盖？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哦，
让我们开始今天第二轮杨和苏挑战周岩。这盖吗？你看杨和苏打盖，我跟你讲，绝对是杨和苏选盖。哦，我觉得杨和苏就是那种战斗型。哇，精彩！哇，这个精彩，这个又精彩了。而且盖是第一季冠军，杨和苏是第三季冠军，双金的大战，这个实在是不多见。盖呢是从他们选手中最快到达导师啊是位置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去跟他切磋一下 ，battle 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个节目都需要一个大反派吧，我就是那个大反派。我来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就是想看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进步。冠军之争啊！他们分别是2019中国新说唱年度总冠军杨和苏 TNG， 以及新华人说唱领军人物盖周岩。作为第二轮冠军之争了，此时此刻二位有什么想说的吗？哎，我说没有永远的冠军，什么账我们都会在终点前算清。哎，盖哥没话说了，没想到是。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你是冠军，我也是冠军，我为什么是压轴。你是冠军，那也就是在2017年。哇，这个火药太浓了，第二组选手。哎呦我的天哪，盖哥他自认自己的大众好感度是一般，他给2.5而已。他觉得自己大众好感度不高吗？杨和苏把自己的技术留给予10分，不止5分，10分，他最高。哦，那这如果输了的话。哦，那哇塞，叔叔通常都是用那种很战斗型的歌曲去 PK， 他这次选择用钢琴，对，我很期待他的表现。在高速公路，让我们逃出这世界，带着风度，让我愤怒，让我痛苦，堕落的小丑女，迷人的公主，有点紧张了。叫你做人要活得体面，他说的没错，却剥夺了你所有体验。你糊里糊涂的度过的童年，将你囚禁的不是闹别，更像做宫殿。曾经你想要永远做个乖乖女，但这儿的人似乎从来不在意你的喜怒哀乐，都一笔带过。他们关着你，却没有真的爱过你。但我喜欢你在腰间的，别胜过他们自以为的纯真。我喜欢和你这么待在一起，一杯接着一杯，直到疲惫的喉咙不能吭声。曾经你天真的以为这世界很自由，可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直到你看清了自己的身份，一个小女孩和被设计好的人生。让我们加速在高速公路，让我们逃出这世界，带着风度，让我分让我痛苦，做我的小丑女，迷人的公主。让我们加速在高速公路，让我们逃出这世界，带着风度，让我飞。
这个世界最爱做的事就是告诉你，你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在你跌倒后第一时间找到你说早跟你讲过了，干嘛还要做呢？当你反问到那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变得沉默，接着告诉你人活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你不喜欢也得忍着。看着都是他们编织的谎言，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平庸，一辈子你都低着头活着，怎么可能看到那灿烂的星空？别丢了你自己的立场，只为了满足他们所谓的优秀，因为你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口中的丑陋。让我们加速在高速公路，让我们逃出这世界带着风度，状态起来了，状态好了，这个挺精彩的，哦，不错，哎，这跟他以前很不一样啊，跟以前真的不一样。叔叔这首歌，这首歌出舞台有一点点的保留了他的最擅长的东西，是，但是没有到他的绝招还没拿出来。来了来了，他来了。你如果觉得我不是2017年的那个盖，你错了，只是我收起来了。我现在要以更文明的方式来展现我的胸怀。哇、哦、哇、哦，老壳摔起来！去真吧，来吧。小皮儿鞋，都是小皮儿。I'm not friendly， 少给老子拍马屁，站在岗位哈个气，就别想酒店下的雨。I'm not friendly， 我不开车有司机，小皮儿还在跳起。大人不忙做生意的，你真的以为老子不开枪，个个自己成无敌？这片土地需要人开荒，绝不可能会被人附议。I'm not friendly， 谁是这段你的兵？死了你炫富的歌词卡了你的苦气息。我代表栏目的骄傲，所以声音高亢。我的军人，你最好祷告自己有好下场。这社会到处都是泥泞，从南边闻到臭氧，说到阿斯中文说唱，应该给我数尊雕像。该过你这样不对，该过你那样不对，你跟我怎么有缘？还有个啥子不会？你当过小弟才会晓得生活有好难，但除了太多明白，出来问世早摇晃。I'm not friendly， 少给老子拍马屁，站在高位哈口气，就别成就的小领兵。I'm not friendly。我不开车有司机，小皮儿还在跳起，男人梦做生意了。不友好西装华服，做道士给你画图，看清楚这条路，兰州人心像风吹蜡烛，为此生这条坦途，做事情绝不马虎，出入在权贵上空，俯瞰正常游戏残酷。参军去下口做奔跑，包队在我屁股后面跟到，拼命让弱者的争吵，从来不会浪费老子的分秒，怎么能够自足的手，跑起来打老子嘴边的肉，有点口口差点发抖，过了关动起来不认输，给你两次也把你喊不醒，如果你有困难记得要找脾气，一二三也许先买继续往上跌，如果你混不出来记住那这是你的命。有一个算一个啊。I'm not friendly， 少个老子拍马屁，站在岗位哈
Charlie B. I'm not friendly， 我不开机有司机，小苹果还在跳棋，大耳目猫做生意。陈小春，黑怕陈小春，我懂了，为什么盖哥？我懂了，盖在这首歌曲的铺陈跟他的诠释的，就是腔调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在一首歌里面，其实这首歌也算一个比较稳的，没有那么花哨的一首歌。好的，投票通道正式开启。我就觉得第一个舞台是给大家看看跟之前很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表演。 Hip Hop 是我的根基，我不会输的。我投票是投给了杨和苏，因为他去尝试了一些以往都没有尝试的风格，有点像舞台剧的这种说唱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新颖。我觉得盖这次的表演他突破了之前的那种中国风啊，或者是特别硬核的那种表演，那个副歌的那句话就特别的洗脑。盖哥的话，我有想到他肯定是会碾压的那种状态，但没想到今天的话，能碾压的这么狠，跟我想象的还是要更巅峰一些。杨和苏的稍微偏比较音乐性一点点 的说唱，那盖的话就是 real rock， 就是真正就是很纯很纯浓厚的嘻哈感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差20级以上。我们的投票结果已经产生，请看大屏幕。可以可以可以，大鱼哥。哇！差这么多票。差了3倍啊。首先恭喜盖哥94票，杨和苏，很遗憾你没有赢得这场对决，你将失去发起联盟的资格，请烧掉你的项链。哎，我真的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呀，盖哥还是有一套东西啊，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太不成熟了，真的得跟他学习，但输了肯定还是不服气啊。来，杨和苏，对，该说点啥呀？是不挺那个啥的，是吧？不过还是可以说实话，咱呢。这是我第一次在比赛里正儿八经的坐在这看他演出，我觉得他气场太强大了，我想拥有那个气场，我觉得我也会特别的振奋。咋办，杨和苏？干嘛？你咋又输了吗？你？哎、我可能就这命嘛，名字里带书，给我改个名儿。又不要提及杨和苏了，就叫天机。叫杨和算了，是吧？杨和杨和。杨和英嘛，杨和英。我英英，改点莹莹。杨莹莹。莹莹。行。Feel the vibe， 中国说唱要货比三家，冰糖山楂灵感在优酸乳里穿插，25年国民优酸乳童年的好滋味，不要牛乳不要山楂才能酸甜又开胃，要比昨天好一倍，比去年小一岁，我要中国说唱，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 Oh baby 听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你刚刚不是这样，你刚刚是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毽子操。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忍着多看一眼。不是，是 hip hop 版的。多说一点。hip hop 版的。其实我也喜欢王心凌。hip hop 版的 ，hip hop 版的。继续吧，谁要上台？奶万对娃娃，万妮达和奶万，我觉得大家都想看。娃娃跟万妮达比的话，肯定蛮酷的。谁要上台？
班尼达，告诉我你要 call out 谁？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想看咱。咱俩？咱。来吧，来吧，来吧。来呀，来呀！哎，我以为他们谁会选我，我都已经 ready 了。挑娃娃的原因是什么？我感觉大家都想看，然后我觉得反正第一场我们可以演一下。对，本来我想说我们女生之间团结一点去赶他们男人，但是你非要想输的话我就成全你。你不一定会赢我。妈妈说过她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 但是万妮达也不弱，我就想看他们谁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 中国第一女说唱到底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展开序幕。加油！就让我们中国这些最出名的女 rapper 们去 battle 一下，有请。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女 rapper 本身的人格魅力和作品吧。我是希望我能够让人家感觉到女孩子这个行业里不比男孩弱。哇塞，娃娃对万妮达，哇我这个其实也是意料之中了。大家都说娃娃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uh-huh、对不对？那这个头衔其实是蛮厉害的、对，那你看万妮达也是也是很厉害的 rapper，那这两个嘞，如果碰在一起的话，要争一下这个头衔。爸爸，我会觉得他的 rap 比较强一点，他唱跳能力也很强。万妮达的话，我觉得他的音乐性比较全面一点，他可以挑战很多不一样的音乐上的一些曲风跟风格。爸爸和万妮达他们说唱战力表的评分啊，也是非常相近。其实万妮达好像来过一两次，走的路比较辛苦一点。好看了，好看了啊！女王之争啊！他们分别是不想再听到淘汰二字的万妮达，以及2017年唯一的女战士 VAVA。 OK， 那么首先出战的是万妮达。您把她视为强劲的对手吗？ Why not， 她舞台很炸。那您之后的舞台会放出什么秘密武器吗？没什么别的，享受每次舞台，放开玩，就现在。因为我喜欢 Afrobeat 这个音乐已经很久了，我想着正好第一场嘛，我想来展示一下我最近在做的一些风格。我醉到他了，我坐在台下，我忘了。
水仙花，见草里见沙沙，见大大见哥哥，见草里见沙沙，见大大见哥哥，江外中，你把江外中。高级，他把方言那个调融得特别好，出乎我意料，但是也就是证明了他确实在音乐性的包容度上非常的广、嗯、是，但是观众如果听不懂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会吃亏一点点、哎、大家都说我的新衣都穿成旧衣服了，我这次想要拿出一首单曲直接干掉我的新衣，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选择放慢了步调，让我来告诉你，谁才是优势的主角，特别女孩让他们感到她是不妙。因为我走得太快，所以选择放慢了步调，让我来告诉你，谁才是优势的主角，特别女孩让他们感到她是不妙。都得好，本是一个个领教，都过贼好，都过贼好，谁会收获贼好，来听听我的教导。我们都像梦寐，零零七顶尖的工会，不惧的雷精灵充沛，轻松就让对手崩溃，不服输来碰一碰，送出禁锢给你中个梦，拉扫水壶里搜，叫了你们的无敌动的狗，精神领袖，一眼就你都不走，感觉隐藏，等我们出现以后，他们都抬起了头，资源不够，把 hiphop 变成主流，让他们爱不释手，爱你感动，不用的多谈几声，记住我们的生命。从往前冲锋，拉起工程，事业中的猛冲，不会怕，现在我的风有点大，动摇了吧，我是在冲，看我加大引擎。就在你键盘之前学会先聆听 Breathe Vibe 爱人盖棺不姓名，为什么输赢让我玩的陷阱戏，告诉你什么才是全明星。因为我走得太快，所以选择放慢了步调，让我来告诉你，谁才是优势的主角。全场的朋友 Are you ready?帅了，太帅了。
来。哎呦哎呦哎呦哇，这个哇，只有在偶像练习生看到的话。爸爸有一个点就是编的，就是让观众有对融入在这个表演里的一个情绪跟互动，对。投票通道开启。哎，这个有点难投哎，这咋？这两个都很好。能问我一个 round 吗？能不能弃票？有没有弃票的这个选项？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我分不出来，我感觉。万妮达的歌曲风格非常的新，至少在国内做这类风格的人很少，并且还能做得很好。万妮达这首歌，我觉得它的外部是很有趣的，很有新意，包括它的福州话，还有它的主题，其实都不是一个中文说唱市场上很多见的主题。万妮达选这首歌，我很喜欢，很有意思，但是缺少共振。你的歌词我不是那么好懂，但娃娃升级了，娃娃比我去年认识的他起码又升了两级，作词到台风 amazing。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 power 很足的女 rapper， 难度很大， flow 很密，首先就是力量型的，要起舞，而且相比于我们他还要控制表情，就基本上没有瑕疵。娃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舞台，就唱跳 rap， 除了篮球你什么都有，应该现场的时候问他那个东西我听不懂，听不懂我就没法。倒计时结束，好的，我们的投票结果已经产生，请看大屏幕。好的，最终投票，娃娃77票战胜42票的万妮达。哦，差这么多，你搭票有点低耶。但是现场的感染力也是不错，对，估计还是得看现在现场，大家可能就觉得很遗憾，万妮达，你没有赢这场对决，你将失去联盟发起的资格。但是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抗。因为我这首歌它不太适合竞技舞台，说实话，我又好的在后面必须要高点球。可以，恭喜！我觉得挺刺激的。那我觉得他们今天两个选择的歌路比较不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较性。我觉得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 ，Raba 会更 rap 一点，妮达会有很多个人特色一点。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第一女 rapper 该有的样子。那么下面一组，谁特别想挑战？哇！哎，这边，这个情况我来，来，给我，闪火。我觉得之前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就是场内场外，其实在这些事情里面我是不太爱说话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也是不太爱说话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说话了，因为怎么样都不是在浪费时间。所以 KL 刘聪有一些故事在继续，是吧？来，刘聪。哇，王以太还打刘聪哦！哇，以太主动出击。哦，哇，又是一个 CDC 跟 CSC 之间的这个了。因为我们成都集团的人，我们大家就是那种在心里，我们不会太表现出来，但是真要有事，肯定也会上。这是一个关于忠诚的东西。对，哎，你们两个单挑，有人输了，那我要代表我的这个团队赢回来，这是很 hiphop 的一部分，这是一个 teamwork， 对，我很 respect 这种行为。我今天的口号就是，我建议你们 real 一点，闪火，有什么话对刘聪说？我觉得，我们这不是跑男，不用撕名牌，但是我兄弟输的，我要帮他赢回来。我要我的中国说唱，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本节目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
在这个舞台留下一些 real talk， 不管别人评价，还有 feel now， 卸下所有光环，奋力一搏，谁也无法阻挡巅峰时刻。我要我的说唱态度，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我今天的口号就是，我建议你们 real 一点，闪火。有什么话对刘聪说？我觉得我们这不是跑男，不用撕名牌，但是我兄弟输的我要帮他赢回来。我的 homie 来到了巅峰对决，如果 CDC 对 CSC， 那其他人都是天生配角。周岩同意吗？暂时可以同意。OK， 那 CDC CSC 第二趴好不好？有请王以太、刘聪。这一局我甩不到，我甩的，虎哥，去吧去吧去吧，皮卡丘，真刀 ，Go Go Go， 五十万，五十万，加油加油，走起走起走起。但是以太呢，他跟刘聪都是很有才华的，两个都是当年的六强，他们那年的六强。其实王以太本来一直以为那年他会是在我的团队，他好像六十秒没过，我跟子琪就救了他。哦，没想到，原来是你跟他有 beef 啊！对，该上了。哎呀，不要不要，算了，你都选好，不要拦着我，都选好，都选好了。这不要 freestyle 赢他。这解说还需要一个胡说八道的。IP 不是输了吗？这个时候该为他出一下气吧，我觉得。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想做我的音乐，我根本就没有兴趣跟任何人比，因为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他们分别是来自成都集团的王以太，对战来自 C Block 的江湖流 KL 刘聪。都换衣服呀，我们太卷了吧。OK，那么接下来首先出战的是王以太。经历过了很多事情，一些纷纷扰扰，还坚持在做 hip hop 的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也为我自己是一个说唱歌手的这个身份而感到骄傲。就像花一样鲜艳，对它就像蜜蜂一样依恋。一八年后，我的生活像是极限，一进一退延长我的极限。一步一个脚印，从没刻意追求 worldwide， 做最好的没把谁当韭菜。怨天尤人，最后都没有留存。用我有限的音乐修复他无形的破坏。Yeah, we're friends， 很早就认识，不忍看谁笑话，所以搬走我的凳子。生而为人总错，光是属于我们的真实，因为我也犯过错，所以放下我的棍子。我不打他，不代表着为他做我辩解。我只希望人人都为黑怕献血。他们鼓励着我，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我比赛的时候摆动在我面前。秋天的忙，冬天的坚毅，才有春天灿烂的光，花开了遍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收获和所有的苦，让这些可有可无，凭未来坚定。未来不能料给你，大家没人笑给你。即使我一把不敢过去叫给你，无力挽回。Yeah, had a bad day， 直到半跪 ，Let the man say。Yeah。歌声回荡，不管哪个季节，即便无家可归，不会撤退，爱无期限。I'll be on the road， 即便再被摔回起点，让我的骄傲伴我再次踏上历史。就让我的歌声回荡，不管哪个季节，即便无家可归，不会撤退，爱无期限。I'll be on the road， 即便再被摔毁起点，让我的骄傲伴我。
我出生就被偏见笼罩，只有一些孩子真的愿意给我拥抱，他们一边议论一边对我礼貌，就连朋友犯的错也要对我警告，渐渐的主流对我没了热情，前面路还很长，没有谁能依靠，演奏着 melody 传播着 energy， 早已证明没有谁能跟我比较，耶耶，舒服于你想象力，没人可以比你，谁不来他们才拼了张皮，那梦提名第几，他们听自己都低级，舞台边带没有亮堂，久了以后谁跟随 Follow me follow me， 前方一定会有 better days， 先别急想骗你，先演主角，明天换了谁，漫天的骂名霸凌，我也把血的光明伏笔在每一个押韵，记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收获和所有的苦，泪水的湿度大过五度的雾，谁不会骄傲自满，败不会怒，让那些理解评会 tell me how can I lose， 让我的歌声可贵不会撤退，爱无尽即便再被摔回起点，让我的骄傲伴我，哎呀，就让我的歌声回荡，不管哪个季节，即便无家可归不会撤退，爱无期限， I'll be on the road， 即便再被摔回起点，让我的骄傲伴我再次踏上历险，这个歌很不错的，准备很充分，有乐队，就是传播的能量和思想也是很正能量的。哦，真的好听，好听，这个歌真的好听，好听，加上乐队的这个加持，对，而且它中间还有这个 flow 的一个转变，对啊，那段那段那个安静下来之后那个快嘴，对，那个快嘴非常好，但就是冲着镜头脸有点大，刚才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是不是？以太可能会后悔。哇，那这个就看压力给到刘聪身上了。对，刘聪刚才在台下看，估计也会有压力。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一首街头的民族风，当街头刮起了新风暴，大家都会放这首《清风调》。街头刮起了新风暴，都在放这首清风调，管你铁布衫轻松走啊，蹦蹦蹦乒乓乓，姑娘小伙轻松跳，为灵魂开启新通道，清风调清风调，管你小众地上黑的白的好的坏的男女的，我是陪我的心打工，这是一场对抗，自己对抗敌人，对抗世界，追求真理，人生的马拉松，在这铺天盖地报纸新闻媒体电视网络时代的万花筒世界之中，我得向上扎根，向上发展，主流大众亚文化圈所有广告一打通，若你我道不同宁愿落单，我是道山，谁愿陪我过那火海刀山，看过高山六岁别的不敢高攀，哥们稍安勿躁绝不早安，黑怕也得要吃早餐，都别再捣蛋，那些跟风的迟早变成老蛋，你别自动莽汉，回归永远不是好汉，走着瞧我给你好看好看，山风隆隆，山浪来势汹汹，一股脑蜂拥，硝烟飘在空中，诸葛亮的东风一城住于胸中，心气双双，指点英雄冲锋，猛冲刀光剑影朦胧，看时光匆匆，人生洒在空中，吹来一阵风，我灵魂已成空，你珍重眼神重重，爱恨交织风中，清风扑面来，月儿靠云彩，篝火烧起来，小伙跳起来，清风扑面来，星星伴云彩，篝火烧起来，救人家的孩子必须坚强，生活的魔力出生种种天降，黑暗中火光得靠自己点亮，相信爱能指引我们到天堂，这个种子就种在我们身旁，你选择让它腐烂还是生长，枯萎还是芬芳，消失还是神光，我们继续让正义得到伸张，打开这一首歌变成你的流量位，别把钱都花在酒吧里的手掌，累一阵清风就能带你飞得流掌柜，至少这一刻能让你放下忧伤，不
娘小伙成双对，剩下了孤独的人装醉，管他真的假的，虚的实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他们写的文章废。若为浪得虚名的都对不起你的歌迷，为了你花的演出费，哎，你的小迷妹下午就在排着队，只是为了这千百位置，为了你站队。Say no way， 拿着麦克风乱飞，找个水的都对不上你展开的嘴，我受罪，你尽管撕心裂肺，歌词小学生都会，表情全部都浪费，作废玩弄感情的，谁能不被感情玩？苦海终究苦苦寻，玩不上停转，就着拖着寻找灵感，想去云南变得心烦敏感，可你今晚变心寒，人们在祈祷着平安，希望前路一马平川。哦，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这首歌能让你心安。月儿早云彩，篝火烧起来，小火跳起来，嘿，星风扑面来，星星伴云彩，篝火烧起来，姑娘跳起来，街头刮起了新风暴，都在放这首清风调，管你铁布衫金钟罩，啊，砰砰砰砰砰砰，姑娘小伙轻松跳，为灵魂开启新通道。我的清风调，蹦蹦蹦蹦蹦蹦蹦，这歌还很有美感，好听好听。文笔的精湛和逻辑的清晰全都井然有序，包括把他的一些激望全部表达出来了，太棒了。刘聪这首歌有戳到我，有感觉，有几个 punchline 让我觉得很有感觉。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投票通道正式开启。我们是绝对是会去打有把握的仗的。这歌的流传度来说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刘聪赢。刘聪那个歌，我预计啊，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朗朗上口啊。我投给了王以太，歌词，然后包括 flow 的编排，我觉得很精妙。王以太整个歌曲表演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我觉得刘聪可能在氛围感上，在整个听感上更胜一筹。其实我对王以太的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个人感觉他没有拿出他最好的竞技状态。刘聪的显鱼过于平淡了一点点，我觉得闪火会赢，但我比较喜欢刘聪这次的音乐性，跟他的里面的一些词汇，我真的挺喜欢的。不好说，我觉得他们会很接近。三、二、一，我们的投票结果已经产生，请看大屏幕。我对我的歌是有100%的信心的，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歌传递出去，把我们的态度传递出去。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很相近。王以太以69票战胜了 Kill 刘聪48票，恭喜以太，很接近啊。这歌也能出哦，差的是不多，差的不多。他们两个实力都展现在里面，对，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品。那么很遗憾，刘聪，你将失去发起联盟的资格。我觉得刘聪是一个可能性很大的一个说唱歌手，他可以玩很多种东西，包括他的歌词也写得特别好，然后我对他也是非常的 respect。谁都不想输啊，就只能说他不喜欢这个作品，可能现场人，但是我觉得这作品肯定是好的。阿秀，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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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歌好歌，来，新风暴新风暴，接着新起的金风调，接着掀起的金风调。我觉得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矛盾主要在于，对于歌词的理解的看法不一样，音乐观念不同吧，就是理念不同吧，其实不存在 beef。他也是通过这个事儿想结束那一段他们的 beef， 所谓的 beef 吧。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做到了，大家一起交流交流，接触接触，只有中国 hiphop 好，大家才会好。最强的对手会激出最强的自己吗？我觉得大家用音乐来较劲，用音乐来说话，其实我觉得挺酷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促成更好的环境。CDC 和 CIC 的战争，我觉得就到这儿可以了。你们老战争啥呀？你们老战争，成都菜也挺辣，湖南菜也挺辣，何必非得争个谁的个头大？我们一起Super Hot。为了庆祝我们优酸乳品牌跟大家再一次相遇呢，优酸乳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环节，魔术有一个，看不看？魔术好，不看，看，看，哎，看，哎，哦。然后今天来给大家表演一下，三，要变个什么出来呢？二，一，哇！哇，好耶！太惊喜了！优酸乳不仅25年来一直用营养好滋味陪伴每一位观众，那么去年大家知道在少年说唱企划也陪伴了我们的选手一整季的时间。Kapper 对优酸乳是不是特别熟悉？哎呀，太熟悉了！哎呀，太熟悉了，太熟悉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酸乳。OK， 那我请 Kapper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酸乳。我有几个关键词，我们根据这个关键词让你来点 freestyle， 怎么样？想听？第一个关键词是25年，第二个词是营养好滋味，第三个词是酸甜。来来来来来来。来free free free， Happy birthday to you。优酸乳陪伴你的第25年，营养好滋味，不会让你孤立无援，陪伴你打破天花板，陪伴你往顶峰攀岩，让你的生活少一点苦辣，多一点酸甜。好，太好了！好。听完了 Kapper Freestyle， 让我们一起用优酸乳干杯，祝优酸乳25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我们的优酸乳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开战顺利，生日快乐。总是在尽心尽力的原地踏步，夜里你咋了嘛？你干嘛？你怎么不开心？我没有，不是，我就是昨天睡太晚了。大鸟一样的，你什么毛吗？你才大鸟呢，我羽毛掉好多了，别揪。完了，我命没了，我要续命，我风扇没电了，风扇没电了。继续吧，谁要上台？这，憋不住了，车导。开门跟早安吧。冠军 PK。开门和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我觉得很合适。来 ，Kapper 上来，你别辜负我们啊！你不会挑 Nine One 吧？他打不过我 ，Nine One 会全面压制他。Kapper， 告诉我们，你想挑战的人是 狗哥。哦。你不是选我吗？狗哥，我想问一下。哦，调皮，你觉得我有没有资格代表我们节目出战？我觉得 Kapper 平时再怎么痞啊，他好歹也是去年的冠军，好歹他绝对有资格代表出战。OK， 早安 ，Come on！ 哦耶！哇，两个冠军，对，双冠，双冠。我建议你们 real 一点，好不好？来 ，Kapper。我们都比较年轻可爱，我在新说唱，你在听我的，我们简单的切磋一下。我其实本来是想来跟各位前辈切磋一下的。如果你想跟前辈们讨教一下，你要先把我干掉。哦，上状态了。哎，可以，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我想早点见到前辈们。啊，
好吧，那就欢迎我们年轻人里面的佼佼者 Kevin 早安出战。Kevin 是去年的少年新说唱企划的冠军。打弯呢，其实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他实力非常坚强。哦，这也是双冠军之争。Yeah. 大众评分，早安跟 Kevin 很相近，技术很相近。是三点多了，是不是？对，其实整体上 Kevin 占优一些。Kevin 的优好干的，我跟你讲。觉得我第一轮就是主动去出击，这就是 Rap of China， 这是一个冠军的 title 跟个冠军 title 的 battle， 应该说一点火药味给这场对决加一些色彩。哇，又是一轮冠军之争，他们分别是2021少年说唱企划的年度总冠军 Kevin， 以及2021说唱听我的年度总冠军。早安。 OK， 二位作为两个节目的年度总冠军，你们站在这个 PK 台上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早安，小心不要被当成早餐，我会刺激你的感官然后跟你说晚安。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来新说唱，我也想来看看新说唱的含金量。Yo Kevin man， 你一比一，你最好要一个 Kevin。 你这我跟你讲，你不能闹 Kevin 啊，含金量你弯不到底啊，弯不到底。 OK， 那么首先出战的是 Kevin。今年的目标就是演出更好的舞台，我这首歌也叫晚安。现在烦恼的歌手比原唱火的多了多了，谁没样的推广是变现的暴乱货，歌的一波又一波，一歌的一波又一波，说我想说的把事实都放进这首歌。 Once over 我才不看你叫，你求的下轿手穿精神战利品，不加在范例里，我做好每条音轨，再把他们全部做成票轨，他们始终背后才在乎路是谁手，实在没空看包括你最爱的配偶。有些牛肉我没胃口，拿去被你队友来到这个节目，因为上个节目没有对手。吐司品可以买 T， 我吃掉你的 B， 想吃掉买得起，别有心思收了你小心思，我会让你心思，因为太可惜的哥们依然把你吸引。半点红色的窗门在摇曳，最后记得时间快到期，闹得像会唱，好像在凋谢，更难更难不要提。半点红色的窗门在摇曳，最后记得时间快到期，闹得像会唱，好像在凋谢，更难更难不要提。Close the eyes while sleeping， Lock lights on light lamp coffin， Good night, good night， 晚安全世界。 Don't close the eyes while sleeping， Lock lights on light lamp coffin， Good night, good night， 晚安全世界。不给传扬，烟哥们打滚，板子黑手，拼都打骂子的贴标，牵这里串流，吸人干好。我做错太多了，太多的事关我快的无关，能答应我好吗？别同时跑过来把金毛当令箭。拜托了，坦白说，我只是单纯的想摆脱。我有个收藏许愿的盒子，专门用来装名片。我学过狐狸是丹气，刀剑上面跳跃，脱下了所有的武器，就像吃掉冰冷的刀切，吃掉口败露，愚蠢的手指再出，埋伏了巨无霸的尾巴。不用你假装爱，我会用最熟悉的配方把你花枪拍，他们在期待中午就随时把家装在，哥们在哭给俺哭给你爱的家常菜。你看看他模样就像个沙漠样，比向来破存的雷震山去挂脖上，继续吧继续内卷圈几个大波浪，他在给出生圈终止我先去造唱。把手给我，
城市的春天在摇曳，自由制的时长快到期，闹得蔷薇草好像在凋谢，跟男跟男万不要提，外头雪花色的窗面在摇曳，自由制的时长快到期，闹得蔷薇草好像在凋谢，跟男跟男万不要提。Wow, let's go. So close your eyes, won't slip in. 让蓝色来来 coffin. Good night, good night, watch this shit. So close your eyes, won't slip in. 让蓝色来来 coffin. Good night, good night, watch this shit.真的是太狠了，怎么可以这样啊？我早知道我应该写一首歌叫《关盆》之类的，还不错，还不错，真的很放松哎，不错，不错 ，mumble 的很好 ，mumble 到极限。我想表达的一些观点以及一些社会现象，我想让别人对他进行反思。小宝贝，举起高脚杯，我们来聊聊你新工作的机会。喝个脚杯，这才对。哎，那个小伙子，你得发两杯。我们在聊正事，哪儿轮到你插嘴？对，又不到位，规矩没教会，工作要聊对。看着我干嘛？受伤啊！管他谁是谁，受伤啊！管他谁指挥，受伤啊！管是非是对，受伤，受伤，受伤！在这里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受伤！最安静的时间有多大的恨？受伤！说大话付出的焦虑症。受伤！受伤！你应该学习网络上最流行的样子，好学习找 best do。 你应该模仿他喜欢的样子，哪怕你讨厌也要坚持住。你应该嫁个对，看准了时机再换个位置。他的还挺有意思。你学不会吗 bro？ 我说怎么还没有你 bro？ 怎么还没走起 bro？ 怎么还没理由的讲我看你没有以后 yeah yeah yeah。 You should let them know I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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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谁是你 bro？受伤啊，管他谁是谁，受伤啊，管他谁指挥，受伤啊，管是非是对，受伤，受伤，受伤，在这里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受伤，最安静的世界有多大的恨？受伤，说大话付出的焦虑症。受伤，受伤。该敲100次，管好你自己的事。这几个字，我今天刻进你 DNA， 刻进的里程碑，听着算到头了。乖孩子，今天要报仇了，不仅要夸你，还夸你的好兄弟、好中立、好综艺、好风气。还不够，我还要夸反串文化，算他的什么文化？你自己有自己的价值，想喝就喝，不想喝就放，别听他半杯水就在那晃，把那些优越感都给我变回去，全都给我受伤。就这个眼神可以，那个歌词的意思还蛮好，挺有意思。但早安的 flow 跟那个 Kaper 相比，完全是两个路子。是有拿过冠军的样子，是有拿过，真的看得出来的。其实你知道，就是他是表演各方面，对，而且咬字非常清晰。音乐再酷一点。早安呢，不熟悉，我没有听过他的单曲，是觉得这场其实他的状态很放松，其实是很 hip hop。早安，我觉得他的主题真的很好。他歌词啊什么我觉得都还蛮不错。好的，投票通道正式开启。两个年轻人的冠军之争，如果你要讲那种 hiphop 味道、 hiphop 感觉、 hiphop 的 vibe 的话，那 Kaper 显然是更好一点。
我把票投给了早安，是因为这首歌其实主题特别好，表达了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现在的一种焦虑的心情，我觉得非常棒。早安的话，它的歌词和内容一出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感染力是非常强的。Pepper 就是这个年纪年轻人应该做到最酷的状态，做得最好的。投票结果已经产生，请看大屏幕。OK， 恭喜 Pepper， 74票对阵早安46票。对，其实不差的不远。Okay， 是，没有想象中差的不远。没有算出乎意料，没有跟想象的差不多。对，但早安确实他的曲风什么的也接很强，而且这个歌也挺狠的。对，就非常的有自己的那个风格在。嗯哼。那么很遗憾，早安，你输掉了这一场的对决，请去下场烧掉代表你的联盟的项链。这不是我说的哈，要不然给我也行。我想表达出来都表达出来了。一首竞技型歌曲和一首相对是内容型的歌曲而言的话，竞技型一定是更占优势的。我觉得这个结果我认可了。Welcome back！ 这个欢迎回来啊！好，多跟大家沟通。我很喜欢你的歌，我很喜欢你的歌，谢谢，特别棒。坐到中间，然后尤其想欢迎一下早安，早安跟大家坐在一起，好不好？当然前面我们放了很多狠话，但我觉得中文说唱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由某一个节目或者某两档节目之间来区分的。这个欢迎早安加入大家。对，好嘞，早安。欢迎，会共鸣的，输赢那个，但你表现得很好，收声，九州文化那些东西，听你的哦，你跟我说还不错呢，是还不错，是的，狗哥也觉得不错。Yo bro， 准备好了上场了没了？肯定准备好了不？哎，你身上藏了什么东西？哥们儿，来助你一臂之力，拉开乐宝。放开玩，就现在 ，Why not？ 找一个，等着我造反了。继续吧，谁要上台？不好意思，我就先来了。来，哪位？因为我想过去挑战谁？我有目标，我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做到，当然做不到就是遗憾嘛。来吧，你要挑战的是，那老舅吧。可以可以可以，哦，哇，老舅。那我要先问一下 ，Nine One 为什么？因为我上次来新说唱是19嘛，然后19离开这个舞台比较早，然后后面是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嘛。到最后也是我跟老舅两个人角逐，我痛失了一次复活的机会，现在又碰上了，就碰一碰吧。两位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我真的不太会啊。野狼 disco 啊，确实当时打不过，真的这个歌很猛，但是呢。一首歌吃一辈子这种感觉我没体验过。哦呦，哇，这个还说不会讲，这个、你都这么狠、哦哦哦。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为啥你得管我叫哥，还得叫舅。哦哦、老舅，搂着舅。有请台湾宝石剑上台。哇，那这个宝石打 Nine One， 这个很奇怪，这个组合其实。老舅，诚实来讲的话，他的 flow， 变化比较少。对，他是走比较就是稳，比较稳的。对，那我们看看。拿出100%的全力吧，为自己的说唱经历而战。我想要给大家证明一下，我现在有能力做好听的歌。
有请两位联盟发起人来到现场，他们分别是多出歌、少说话的乃万赵新月，以及 AKA 东北野狼王宝石 GM。刚才在台下乃万也对我放了一点狠话，说也不能一首歌吃一辈子，对不对？对。曾经老舅凭着一首野狼 disco 啊挣了点小钱，那叫老房有喜。你要感谢这首歌淘汰了你，才能去参加青春有你。我就跟你说，我当年跟他 battle 为啥害怕呢？这个人太恐怖了。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乃万赵新月。我做了新的音乐，我想让大家听到我更多的可能性。Play me like a fool， 弄虚作假。I got you， yeah， don't judge me my dude。装聋作哑，叽叽喳喳。Oh no. You make me this way, then kick me out. You make me so tough, treat me so rough. I feel like a beast, I live in the dirt. I hate everybody around us. You cause me pain, me in the dark. But when they're all deep, but when they're all far, you're forced to change, I'm forced to run. Just look what you've done. I hate you. You're just a liar. Bitch, I'm why I'm gonna shoot you down. How dare you set me a fire? I'll be a fighter. Bitch, I'm why. Ooh, I never feel so good. You know me. Yeah, I never feel so high. 素质好歹不分好坏。 I want more things and more fame and more sounds and more screamNo, you know how to please me. Cause it's too late. I'm so hate by this fake fit for sis. I'm the great goodness. Nothing can cheer me up. Love is a place. Enjoy myself a day by day. You make me sway, then kick me out. You make me so tough, treat me so rough. I feel like a beast, I live in the dirt. I hate everybody around us. It goes to be pain and be in the dark. When they are big, but when they are bad. Forced to drink, forced to run. Just don't put you down. I hate you.You're just a liar, bitch, I'm why I'm gonna shoot you down. How dare you set me on fire? I'll be a fighter, bitch, I'm why. Ooh, yeah, never feel so good. You know me. Yeah, I never feel so high. 不知好歹，不分好坏。啊，没了，不是说唱呢？说了呀，刚刚那段长英文有一点。啊，有点端，这差一个顶起来的那种。确实说唱的成分少，少了一些。因为乃万是可以那样做的，他的说唱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是大放异彩，是大家对他的说唱印象非常深刻，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女 rapper，所以选这个歌有点。很奇怪。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 rapper 不光吸收了 hip hop 音乐，是中国摇滚乐啊，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刺激，算是最重要的一片精神天地。
stay young, you stay weak, we stay strong. First name we, last name Doe, 那么酷的 Doe we, 那么那么 cold. Yeah, 最年轻的 Doe we, 晒过灯在周围，也不会浪费口水。All eyes on me, 都别想让我后退，冲出他们包围，戴上黑色头盔。I don't give a promise, 就是那么快。280迈，我墨镜反着戴，我就是那么帅，我活得太自在。Too young to pay, 我唱得特别爽，第一次吹出了天籁。我的兄弟们都在，在今晚有场 live. I rock your life, baby. Do you wanna ride? Do you wanna ride with me? Do you wanna fly with me? Do you wanna ride with me? Baby, don't cry, back down the night. 穿起黑牛仔，把吉他背起来，古典响起来，把头发随便甩，灯光闪起来，当我走上台，拿起我的麦。人潮人海，我没有什么态度，我就是从不在乎。我心里有道黑豹，它就像一头怪物。窦唯的窦，窦唯的唯，在艳阳天，我喝着山河水。因为我从不在乎你，你也不用在乎我。我一生错过太多，还没学会认错。要 keep it rock and roll， 做我黑色的梦。我迷走在江湖，因为听过一首高级动物。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好强、无奈、孤独、脆弱。人让气氛好讨厌，永远年轻，但是不会热泪盈眶，永远那么风光，就像当初窦唯一样 ，Forever cool， 哥们儿一定 Forever， 要你跟我唱。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独自等待，默默承受，一夜一夜。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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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e stay cool， we stay young， you stay weak， we stay strong。First name we, last name Doe， 那么酷的 Doe we， 那么那么 cold， yeah， 最年轻的 Doe we， 闪光灯在周围，也不会浪费口水。All eyes on me， 都别想让我后退，冲出他们包围，戴上黑色头盔。I don't give a promise， I don't give a promise。崔健、子越、窦唯、烟草。老舅其实大家低估他的实力了，其实他写的东西是很有深度的。姜还是老的辣，差点我都哭了，因为我跟他也同样都是被摇滚乐也影响过的说唱音乐人，所以感触特别大。而且我特别看不了那种歌词，就一看到那些他写的那些东西就有点受不了。这就是黑辣，真的太狠了，这个太热血了，这个真的太狠了，好帅，真的好帅，帅惨，哪个碰到哪个惨。这个很有感觉，哇，老舅这个，哇，全全到位。接下来我们的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倒计时20秒，开始。老师。他找到了他之前的样子，他也有自己的内心，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东西。今天我是非常感动，我投给了老舅。今天我看到了老舅另外一面，然后他回到这里，他是怎么表现他对这个说唱音乐的理解的，对，然后挺震撼的。我投给了乃万，他具备说唱的能力，同时他还兼具流行的能力，风格非常多元，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难得。老舅这首歌是我今天最惊艳的一首歌吧。乃万他这个歌不太 hip hop， 我还是非常支持我们赵女士啊，不管她选什么样的歌曲。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结束。投票结果已经产生，请看大屏幕。本场有效票数总计124票，恭喜老舅90票胜出。哇！我投了宝石。我也投了宝石。我头发麻，他脚发麻，你想想我俩。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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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两位还 OK 吗？那我们十分钟。我要我的中国说唱，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本节目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这期节目还是可以哈，嗯，确实确实。哎，你别光顾着吃，来喝这个。优酸乳冰糖山楂，还是童年酸甜的滋味，更有牛奶的营养。优酸乳冰糖山楂，营养酸甜，冰开胃。哎呦，有小时候吃冰糖葫芦的感觉，是记忆中的味道。来，继续分起，走起，走起。我要我的中国说唱，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整个中文说唱这个行业里能够称得上活着的传奇的必须，你问我服不服？我不服。今天干掉 TT 就像吃掉潮汕牛肉，很怕会跟两年前会是同一个结局。如果他都被我干掉了，其他人就没有问题了。满足你们三打白举一，这场输了我直接退休。上 4try 小程序，高燃单品等你来炸。顶级说唱联赛来袭，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6晚8点抢先看正片，电视大屏看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就用奇异果 TV。 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同款表情。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搜索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参与互动，为 rapper 选惩罚赢福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科技影都，筑梦东方。本节目由青岛东方影都大力支持。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快速了解节目信息，聊兴趣上贴吧，快到百度贴吧 APP 畅聊巅峰对决，上虎扑讨论说唱巅峰对决，和 GRS 一起有话直说，学外语看世界，用网易有道词典，打开 APP 搜说唱，查收惊喜彩蛋，来鱼罐头 get 有趣有料有爱摸鱼新姿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上新浪新闻搜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看更多精彩内容，上会火就会火，会火娱乐让有价值的作品被看到，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上好看视频看精彩内容轻松有收获，聊天斗图就用闪萌表情，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快手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百度贴吧，好看视频虎扑新浪新闻，讯飞输入法 YY 直播，闪萌成都娱乐帮，鱼罐头速率掌上有余 Do News 驴火娱乐，异样飞行咸鸭蛋生活，杨子巷非凡娱乐，悠悠跑腿猫扑娱乐，鲜鱼 Bunge 华语之声，十七美丽修行，爱豆 APP 会火，成果娱乐，至于影视聚焦，超级星饭团，房天下，存房 Zucker 小鱼，飞熊黑鱼，想见你，独角秀，天意超高清，太日报，超级异星网，口袋娱乐，眼客，异场，追星族，爱特豆，娱乐头版，粉丝公社，你有趣 IP 商城，超级粉丝团，弯潮 style， 环球在线， Hip Hop Studi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以前跟你不熟的时候，我觉得你词儿肯定不是你写的。那你有没有觉得 TT 歌不是他自己写的？ TT 歌不都我写的吗？那 T 仔后来怎么过关的？我说那个伴奏是我发给孙宇的。